那也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哦。第一时间我们就把在意大利的官方的预定的行程全部走完之后，那我就立刻回到台湾，那来赶回台东来主持防灾会议。在这段期间，我非常感谢台东县政府，因为我们在防灾运作上的机制相对成熟，所以在这段期间我也都随时保持着联络，跟我们县政府的同仁保持联络。那希望这一切都能够平安度过，大家都能够平安无事。